看你的行为的。好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点点。我是一半意大利人和一半瑞士的，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两个国家的那个情况。意大利，我还记得大概是1986年，我们决定了跟一个公民投票，我们就不要盖新的合成核电厂。核电厂。然后我们的那个新的政府大概2年之前决定了，现在所有的欧洲他们还是在继续盖新的，所以我们也要。然后呢，今年发现了这个3亿的那个福岛的那个事故，那当然所有的人非常害怕的，因为我们在意大利以前那么长的时间没有，所以现在我们认为为什么发现了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故，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政府要盖一个新的，所以他们开始做一个另外的一个可以说公投，然后所有的人都说不要，所以现在他们已经说了，他们要把那个怎么说呢 ，renewable energies， 就是再生能源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将来要做的那个能源。然后瑞士的那个情况，这个有点点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，那当然他们比较有钱的，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国家买。买电，对，所以他们是有3个核电厂，其实也是跟福岛事故以后，他们也讨论跟那个人民的那个情况，他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在瑞士所有的东西是，他们每次都会问人民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然后在那边他们也决定了，我们要离开这个核电厂。所以差不多跟我觉得差不多跟德国的那个情况一样的，他们也按照 Angela Merkel 也决定了，他们现在将来不要，他们要关于别的 sources 看一看。叶先生刚有来，没有，刚才说就是说。